我要结婚啦！哇，这很多哎！这下面也太性感了吧！嗯，好好看，不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要跟大家公告一下，我要结婚啦！哎，可是大家不要吓到我，不要吓到我们印尼人呢，本来就是24、25岁呢就会已经要结婚了。我身边的朋友们都已经结婚，我自己也被问了，你要几时结婚？今天我就是要试婚纱 ，OK？ 那我们就试穿了。你觉得我可爱的还是比较有气场的？我觉得你可爱跟气场都可以。哎呦，你讲得那么好，哎呦，这种经纪人加分加分加分，公司加薪加薪，好难。我应该要美美的选，对不对？美美的选，请美美的选。什么类型？因为他其实好难，我看不到。我们28号拍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这件也不行。哇，大大哭哭。哇，第一件很漂亮。这才一件呢，我还有好几件，等一下选择困难怎么办？这也是很可爱耶，我喜欢这种发。这下面也太性感了吧，要这样子。好害羞，被称赞，可以吗？你觉得这个，这也不错哦，很性感。嗯，这超性感的耶！我的天，吓到我。哦哦，这个有美耶。很酷啊，是不是？超酷的，这个我觉得超酷的。我好像爱上了这个，虽然前面的也是很好看，可是这个啊，我好像已经决定了。男朋友给的戒指 ring 很适合，对不对？超闪的，超闪的，哎呦！那个 model pose 还没有，它是简单的，就很优很优雅那种。对吧对吧，它是简简单单的，很漂亮耶，爸，今天你要嫁给我。今天有两个人娶了。头痛。美丽美丽，最后一套，等一下，好，拭目以待，拭目以待。这样很好看，哎，啊，怎么每一套都很好看？对啊，怎么办啊？你们觉得哪一个比较好？赶快留言在下面。哇，跳完这么多礼服是真的很累，像运动一样。我还没有那个，我还没有选中式，很用心，很用心的团队。对，因为中式的话，我觉得比较有趣一点，因为印尼的话比较少一点这种中式的。哇，真的很多哎！哇，这个超特别的哎，我真的第一次穿这种哎，超好看哎，哎。然后这个最后一套呢，听说是广东组会穿的，如果在结婚时候，就以前的。然后现在听说是组织广东组织，好，再一次。所以呢，听说呢，这一套呢，就是以前广东祖籍结婚的时候呢，就会穿这种的，超好看。哎，其实它有一点点那种像空姐的 feel， 哎，就是那个新加坡的一个，就新加坡航空。哦，新加坡航空。端庄一点的 pose。对，你等哦，这要怎样？好，好媳妇的感觉。怎么你要加？加，婆婆会很喜欢这种。上次我已经选了三套，等等就大家就只看可以看到。化妆已经搞定了，好看。我的第一套搞定了，耶！对，很好，对，挺好，眼睛稍微直接闭起来。
如何？刚刚其实蛮担心的，这种我真的是很少用这种拍摄，对吧？嗯，超漂亮的，这个超漂亮，好好看，真的很喜欢。我应该很想要多拍这种衣服哎。嗯，好好看，好看的，我刚好偷拍。刚刚这个超好看的，这个对我刚刚有看到，超美，很有感觉。古装剧快找他，古装剧快找他，这样吗？现在已经是第二套，就是白纱。所以我们已经到户外了。今天我们这个白沙刚刚已经在摄影棚里面已经拍了，然后现在要拍户外。那然后就是因为我不想要就穿高跟鞋，所以先打灯。还好我贴了后面暖暖包，对，暖很多了。你摸一下我腰，对吗？好，来这次看我，对，好，南北很好，你看着冰淇淋就可以了。那我已经换了最后一套了，各位，等一下也要换了妆跟发型。哎，下雨了过后就变得更冷哎，真的没有，我要催眠自己，不冷，不冷，不冷。没关系啊，等你回来再蒸。好热，很热的，很热，好热，我今天超热的耶。好，不要上了啊。对。1 2 3好，像红抬起来，右脚下来，对，右脚起来，出不来了，极限了，这个那就这样子就。今天就是已经结束了我们的拍摄。请问你的新郎哥？我的新郎。其实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这个影片就是跟伊顿合作，所以是不是很好看？大家赶快赶快！你们如果真的要拍，就是有需要婚礼啊、礼服啊，是真的可以找伊顿，因为超美。然后呢，今天呢就是拍摄呢，就是我其实有一点点小紧张，特别是在那个什么重视的那一个，但摄影师超专业的，就真的会指导你怎样 pose， 所以真的蛮推荐大家就来到伊顿。今天真的要感谢我们的工作人员，对。谢谢，辛苦你们了，辛苦，可以回家了，可以下班了，谢谢。那这个影片就在这里，别忘记按赞、订阅、留言，然后呢，也别忘记要开启小铃铛哦。那哦，最后一个，别忘记去看伊顿哦。那下次再见，拜拜。